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中国呢，在外交、政治、军事上啊是保持中立的啊。当然，我前面反复讲了，我们的经贸关系还是正常的，发展很好，这是一个具体的一个表述。那么战略关系呢，中俄关系仍然是重要的。哎，就是有俄乌冲突，就是那个俄罗斯在军事上表现不是很好，但是就整个中国的外交战略来讲，俄罗斯地位没有变化。本周我们选读的第二篇404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旧闻评论于俄乌战争一周年之际发布的《乌俄战争：中国最小限度的立场》。作者在文中写道，乌克兰抵抗俄罗斯新进的侵略战争已逾一周年，在这个节点时间里，欧美乃至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态度已经明朗，那就是在反战、反俄、反普的基础上结成统一战线。与之相比，附议俄罗斯美化入侵的国家极其稀少。世界范围的认知中，关于这场战争的公义若何、公理何存，已经有了再明显不过的答案。在这样的全球形势下，所谓中立原则难有立足之地。而宣扬中立，并且在联合国关键投票中以弃权加以自证，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乌俄战争重塑世界格局的作用已然显现，一般人皆能明白此一常识事理。唯我国外交虽于国际形势的运用屡屡有在场的紧迫感，却少有为各国撑道的建树。每一外交行动不但无异于增加本国话语的权重，反而日益损耗大国信用。外交无法折服五大洲诸国，此成无聊之象征，单调之极致也。尴尬被动的外交局面自执政党于延安时期以来为最大。单说上世纪70年代90年代以降，外交突破国际重围，为国家引入新生力量，所取得的成绩尽显于国际贸易、全球美誉、妒忌国民生活诸方面。30年之后，于乌俄战争的风云际会之时局，外交势成困局，万一局面突变，恐怕中国仍将遭殃。概言之，对待乌俄战争，我国最小限度的立场不该是已经左支右绌的中立立场，而是选择并坚守人性、人道与公理的立场。中国之远大前途固然有国人绝对乐观，然而在应对乌俄战争时屡屡被动的现象应有基本判断。乌俄战争已激起风起云涌的巨潮，外患何在？外交何为？一家重醒思。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中国数字时代 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以及人民与审查对抗的努力，欢迎大家通过电报 Telegram 平台项目投稿，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网络审查做出你的贡献。投稿地址请见本期播客的文字简介，阅读更多内容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cdt.media。